干嘛不好吃？很好吃的，不是不好吃。今天我们要记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，应该是对于卡姐人生当中，一个开先河的事情吧。对于他们乌克兰那边的人，他们是不吃这个东西。是的，我们在乌克兰不吃这个东西，很少人吃。我家人可以说妈妈可以吃，妈妈原来不吃，后来我去了，我带妈妈一起吃，然后我爸爸妈妈给狗吃。是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很便宜，很狗喜欢吃，因为这个呼呼呼这个脆脆的，这个是狗喜欢吃。然后这个说我也要，然后爸爸买这个狗，然后他说好好好，这个呢，然后这个也做，然后他和妈妈又一起吃。我和爸爸看，我们眼睛是这样子，因为对于他们眼里，我们吃的是狗粮。现在买鸡爪、鸭爪好吃的。今天是第一次我做，老公叫我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做你们的。好，今天做辣辣的，酸酸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，看一下会不会。大家第一次做，有点害怕啊。嗯，他没有熟。啊？你看，那个错。嗯，不错。是不是还可以？妈，怎么我们都没给他剪指甲？妈妈，这不是在剪吗？我现在剪。不是，把他们用我们的东西来剪，剪成这样。那小鸡怎么剪指甲呀？就是这样子嘛，这样用嘴巴咬啊。对呀，他们太小了，都不没想的办法。鸡爪切好了，现在要开水做鸡爪。很好，剪不够啊，可以外面去拿，不要去超市买。家里有好啊。是的，因为在乌克兰都要快点去买。在房子里煎个葱。咱们家没有绿葱，有圆葱。是的，应该是没熟。老公说冷水下锅这个会好吃的，但是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。因为不会有腥味。啊，这个味道。水不够，还要给一点水。两个勺子料酒，要煮十分钟、十二分钟，是这样子。等，还要切尖。要切小一点，因为味道然后出来很咸。啊，我现在很喜欢玩这个薄荷切蒜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个然后我老公来乌克兰，他说是这样子。啊，现在我和我的家人都是这样子薄。快一点啊！是的，这个很快。你看，就。好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要切它小小的，因为切不是切，切小小的，因为这个也要味道出来了。哇，皮很多。这你们不好啊。我有口水多，我会不会我喜欢的就吃呗。你要吃？是的，哇，很香。我很喜欢吃。我可以吃，还有一个吃。不要啊，然后鸡爪不够。然后我再给你买。很好吃的，要不要尝一下？不要。然后我的脸跟妈妈一脸一样。是不是这个腰现在骨头拿出来？对，那个不叫骨头，那个叫纸。啊，纸。
我知道这个为什么，我没有问。嗯。因为。人肉更好吃啊。差不多了吧？嗯，是的。这个、准备别的材料吧。对。好、今天又应该是好吃的，我不知道我做不好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老婆做不会不好吃。嗯，一勺白糖，八勺酱油，bug， 错了，一勺蚝油，要六勺醋。加油两勺，一勺盐，加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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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放柠檬，然后辣椒、蒜和调料，要加班加班加班，因为下面有盐和糖。哇，哦，还没弄好。我不要说话。嗯，很像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来中国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开心吧？你问我这个，不要问，心里知道。嗯。等两个小时，然后宝宝这个时间回来，和一起可以吃。嗯，等宝宝放学啊？是的，他们会很开心。他们很喜欢吃鸡爪。是的，很喜欢。我晚上也喜欢。我说你宝宝没有喜欢吃，你不会明白鸡爪，你是因为你的宝宝爱吃，你吃，你的老公说好吃你都没有听。改天我带你吃猪大餐，猪肚子下面那个，这个不要说。现在要搅拌。嗯，哇，你看这个颜色的，这个味道啊，是不是很香？很好啊，老婆可以做。是的，来尝一下。尝一下。干嘛不好吃？很好吃的，不是不好吃。嗯。也没有辣辣。没有，宝宝可以吃。没有辣辣，但是一点点，你知道？嗯。我知道，我想腌长长的。嗯，这里很好。嗯。尝一份。我尝一下。嗯，怎么样？有点辣辣，有点辣辣的，咬起来怎么样呢？很软呀，很软哈，有没有嚼劲？有。